走了很远，绕了很多山路，才到了现在这个边陲小镇。就是因为当初看到了他的一张图片和一段视频。草原最美的花。是不是很特殊的地方？但很可惜啊，这一次看不到了。昨天晚上我到的这儿，第一时间我就跑到了那火车道那儿，就问一个水果摊的摊主，他说我们这集市是每周一才有啊，而且现在这个摊位不让离着火车道很近了，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，所以像这种画面都是以前过去式了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那火车什么时候来呢？他说：“哎，我也不是太熟悉，你再问问其他人，应该是不固定时间的。”然后我就去理发，就问理发店的人，理发店的人说：“这个火车来没有个准时准点儿，都是随机的。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办呀？”他说：“你这样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等火车一来，我告诉你，咱们加一下联系方式。”我觉得那好啊，哎，我就去回车里边，然后准备晚饭嘛。8点多的时候。他发了条信息，然后马上又打了一电话啊，告诉我这个火车来了，我就噔噔噔跑到外边去，把那个无人机刚放起来，想要拍的时候，就已经走远了。我就跟他说，这火车也忒快了，刚起飞，火车都没影了，而且晚上实际拍也不是太清晰。他说没关系，他说我认识这边火车站的站长，说这个问一下几点能来。我说好啊好啊，然后他就。凌晨1点多啊，给我发的信息，他说对方回复了凌晨3点到白河镇火车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条信息，都已经睡着了嘛，早晨才看到，只能向他表示感谢了。虽有遗憾，但也把这个念想也来到这儿了，也了却了。另外，真是特别幸运啊！刚才我在关这个车窗，隐约听到外边有车笛声。我就赶紧把这无人机升起来了，哎，刚好就拍到了这列火车穿镇而过的这情景，太好了，太幸运了。理发店老板也知道这事儿，也替我开心。哥们儿，我那幸运小神仙一直在线啊，咱一起看一下那个画面，也整体的看一下这个镇子。这是一条镇子比较宽的马路了，我车呢就停在路边了，还好晚上的时候没什么车，所以车里睡觉也还可以。昨天我是从上边219国道这么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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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盘下来的，停这儿了。下边是整个镇子的主城区吧，然后还有一条省道就可以到河口口岸，之后我会去那边。咱们先转转这个镇子，别往铁道那个方向来走啊。往下走也是一圈一圈的盘，但是我昨天已经找到捷径了，可以走这种路，直接的干下去。哇，这是毫无游客，且地处中越边境区域的小镇啊。这边还有一家凉鸡店。这边也有这种凉鸡啊，也是特色。元谋那块也是凉鸡特色。到了，到这个铁轨这儿了。
昨天那个水果摊就是在这儿，今天他也没出摊。咱们看到的很多画面啊，其实是在这一侧，在这个铁轨两侧，他们摆摊儿。现在这也不让摆了，都统一的挪到这儿来了。也只有周一才会有这种火车集市。火车集市其实在以前这滇越铁路两侧的一些小镇当中是比较常见的，那时候还通客运嘛，现在客运已经取消了，都是货运，所以很多很多地方的这种火车集市都取消了。在白河镇难得还是有的啊，滇越铁路，这是中国第一条跨国铁路，从昆明到越南的海防。你看这老奶奶穿着这个民族服装，因为这边是苗族的自治县嘛，所以当地很多年长的人会穿这种特色的服装。咱一起想象穿越一下啊，在以前铁轨两侧的火车集市附近，村庄的一些人带着自己家里的一些特色的东西，两侧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这门脸儿、招牌挂了很多的东西，这一侧这应该是一些灶台，卖着各种当地的小吃。再看这个，有这种照相馆，有这种数码店，多有年代感的招牌呀。这一侧也都是各种门脸儿啊，一片热闹，一片繁荣。如今人已不在，这些植物都已经枯了，台阶上都有绿苔了，火车也不通客运了，也只有货运了。更多的人是因为想看到以前的那一幕而来到这里，来这边来旅行，其实也是一种进步，但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很多的回忆也就没有了。哎呀，这是以前做什么好吃的东西的地儿呢？每家每户的大门脸都关了。这两侧以前是不是非常热闹呀？热闹呢。啊，那现在呢？只有周一。嗯，离门。听你说不懂话，我们很听不懂。哦，听不太懂啊，您啊。三点多的时候，我看见一辆火车了。火车呢？啊。我瞬间起，我到瞬间的七点钟又回归。啊。就因为一张图片，一个小视频，费尽周折来到这儿了，会不会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人挺二的呀？就看这，就看这。啊，以前迷惘的时候，就会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自己有哪些念想，赶紧记下了；自己想去哪些地方，赶紧写下了。就这么着，一年一年，一天一天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这或许是我的一个个性吧，有点一根筋，特别的拧，怎么着必须得来到这儿，看到这儿，看完了心里才算踏实。这是一个小学吗？中学。中学白河希望小学是这个学校吗？啊，这后边这条河叫什么河呀？南溪河。南溪河，好，谢谢啊。这应该就是那小朋友所说的南溪河了。之后咱不是去河口县吗？南溪河在河口汇入红河，南溪河其实也是中越到那边的一个界河了，水流不小哎。这是甘蔗啊，甘蔗为什么这头儿？这是卖炒菜用还是吃的呀？拿去喂马。哦，来喂马的。我说这个甘蔗头怎么还卖呢？这是你家的是吧？对。卖甘蔗汁吗？啊？就是就一根一根卖是吧？嗯，一根一根卖。
啊，多少钱一根啊？5块。行，你给我弄一根吧。你要哪根？你给我挑一根。像你们那个喂马这个怎么卖啊？一捆儿？不卖。不卖啊？你是汉族还是苗族啊？苗族。哦。你们苗族衣服挺好看的，我看那有些年长的人穿那个苗族衣服，是，挺好看的。你们平时不穿吧？年轻人不穿吧？穿。也穿呀。穿。那你怎么没穿呢？特殊时候。穿苗族衣服，哎呀，要习惯不习惯啊？很不穿，在身上很不舒服。啊。还是穿汉族。方便。嗯，方便一些。啊。昨儿就在这儿吃的。今儿还是这儿啊，寻味白鹤。老板，我还是昨天那个牛肉盖饭啊。上来了啊，看这堆牛肉，里边有芹菜、青椒，这种红辣椒、花椒，反正各种佐料一大堆，就是好吃，特别下饭啊。很多牛肉吧，米饭不够了，可以继续续。猜多少钱？1、2、3。25元。他这边都是山里跑的那种小黄牛，有的店里边还会带那个牛的皮一起，一大块一大块牛肉，那也特别味道棒啊。这么一大碗米饭根本就吃不完。为啥中国这第一条跨国铁路是这个滇越铁路啊？还是跟这个越南被法国殖民有关系。哎，法国占了这个地儿以后，他为了啊掠夺或者说占有中国这块西南的资源，就跟清政府签了一系列协议，其中有一条就是建这条铁路，方便把东西弄过去嘛，就有了这么一条一米宽度的这条滇越铁路，很特殊的历史渊源。